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的标价那么贵，我还是咬牙买了吗？因为你的生日也是冬至。是因为冬至里的小小人，一家人在一起的场景，是我期待了无数次的画面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一家人在一起，即使是在冬至这个一年里最冷的日子，应该也不会觉得冷吧。有家人的话是不冷的。今年冬至我们一起过吧。